咱妈说这边放上点肥。那中华城这块种啊？啊。他说那头不是苞米了吗？那边全部打了呗。一个。没。快帮忙去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，谁上来的？自己爬上去的。爬上去的，下来下来，这妈妈看大宝宝能不能自己上来。啊，上高了呢。你看这脚下等上去。等那天，这淘小子就是淘小子。呀，哎呀，上来了！哎呀，你咋回事呢？吃饭，师傅。行，等会儿啊，我把这个这包盯完了。你看着上吗？给我来碗凉水。你热水啊，来凉水啊。来这个。你来吧。这么的。你是抽钱吗？不是，不是抽钱是吧？抽钱。你以为快呀？我以为快呢。这回挂衣服多了吗？嗯。挂衣服的空多了。嗯。那个之前那棍是最次的棍儿了。嗯。这是九抹子。一抠它直掉渣。嗯。那个叫我搁脚一踹就踹折了，那个脚上那玩意儿。那小这些东西。这你看多些格。嗯。啊。嗯。我说这么把手，其实那有的底下有那个三个大树啥那个，其实我瞅着挺好。嗯，它能够着。嗯。嗯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。我都不得劲儿吗？嗯，起来了，他没扇子。嗯。他这个，真累。那。人一般两个人呢，哈。嗯。还有那大姐哈。嗯。他一点都不行啊。嗯，这是扛不住。扛不住，就得垫。嗯，那得扛不行还悬。底下你说不垫方块儿就好了。不对，顶没这方块就好了。嗯。来，把这脚这塞。吃饱了，你说我吃饱了。啊，来。你说我吃饱喽。嗯。慢点，师傅。没有，嗯。